今麦诈骗案件有够侪啊！前一阵嘛，即功德电脑的创办人林百里的太太讲，有哪好朋友骗买投资拐走5000万。面对诈骗这么侪，警方有哪启动专案，十二天都抓到上千名嫌犯。中央今麦嘛下部会来合作，要成立拍诈骗的国家队。在国大科技中学，正在受到邀请参加功德电脑创办人林百里，事业是一直扩大。一来因牵手，顶一日煞被骗5000万去。当伫个落雨去被撞到，一个姓朱的嫌犯是林百里牵手因朋友，涉及陷害，骗人投资境外资金，根本就是一场骗局。看啊，警察！下，趴下！趴下！趴下！透过人面册铺假印堂的广告，约见面了后，甲民众软禁起来，甲土夹金铺啊，摕来做人头口罩。诈骗的手路是百百款。中央启动抓诈骗的专案，十二天内抓到要2000个嫌犯，扣押不法的金额有到1亿。我刚刚批核定，增加14亿，要做这一方面的努力，打蛇打头，对勤俭勤网，对不法组织都一定要追到底。为了强化抓诈骗的能量，中央下部会合作，二十成立抓诈骗的国家队，展开更加积极的作为。要做的代志，包括发1亿2000万条防诈骗的简讯，透过 AI 分析，用关键字等等的方式，在科技的简讯发出去进程，让电信业者那边提早甲查落来。按算每一年会当阻挡3000万条这种的简讯，而且甲5000个人头号码清掉，也会设立金融口罩，一定的机制来避震。我们期待在这个策略之下，我们可以达到4大目标：阻诈骗、挡金流。这次包括内政部、金管会、法务部、甲 NCC 等等的单位全体总动员，要来预防诈骗的案件接续发生。因为新形态犯罪模式手路一直变化，这个抓诈骗的国家队效果啥款，各界拢真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